看到了，站起来，戴墨在这。干嘛呢？在直播啊。直播。现在在直播，你翻过来我看看好不好看？不说，我们说。超黑耶，看得出来是两个人吗？给你看一眼。啊，好帅，好帅，融化了。要两个人的轮廓，我感觉自己瞎了。你这个直播效果太差了。没有，但是你看屏幕的原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给我们大的。这个太亮了，你看哪个屏幕都一样的。什么呀？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。好了，可以。看着自己美的不行。老师，你打伞了？外黑。大王现在在那不勒斯，现在那不勒斯广场。妈妈，那个衣服帮我查一下。哎，夹死他呗！垃圾，放的，我夹夹死了。兄弟，打，赶紧跑！赶紧夹死！打，赶紧跑！舒服。你到你上面再夹一下，我感觉我他是很紧张。啊，这样的。OK。红班娃，他们都说你变了。他们说我今天很干嘛？看看我的发型，我发型都吹乱了，风太大。小声风风的吹。在拍照。小陈姐，大哥，你的中文。现在分组了，大王口音哥不就跟哪组？哎，我的鞋在哪里？就大哥那个。哎呀，你看金子。是吧？大哥在里面。大王，你来了吗？不要。你在组。三个是又要拍合照，拍个人是吧？对，都要。那你们拍旅行日记，现在跟哪组？现在跟哪组？旅行日记啊，那赶紧说跟哪组？刚刚是米娜，跟哪组？换了我这样。A 组戴萌、李一桐，还有莫涵。康熙不跟我们来吗？康熙这边杨洋，杨洋他还有啊？那边这边墙带墨了。胡萝卜。没事，不用写。不要了。马老师来不来呀？觉得蛮好的。你给我。马老师，看到没有？马老师。马老师今天很帅气。马老师。